你先吃，吃不完的给我。拿着东西走吧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奶华酥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这一道小甜点配比是关键，开小火搅拌520下，酥皮就用手抓饼来代替，按我的手法捏成小团团。我觉得爱有很多种，我给你做饭是最直接的一种。外皮酥脆，内馅奶香满满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